球冲过半场，一路杀到禁区跳投得分，还是这一招左闪右躲，不断避开对手，单手挑篮得分。要说 HBL 高中篮球联赛的超人气球星，非曾博玉莫属。虽然今年南湖高中在八强战止步，但是高中最后一战，曾博玉依旧狂轰38分，也让他成为这一次 HBL 的超级得分王。此外，在这一次的总决赛，还会上演兄弟对决戏码，分属于不同高中的高国强和高国豪兄弟党所属的队伍都拿到四强门票，可以预见将是一场激烈厮杀。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个周末在小巨蛋上演的冠军之战，除了选手们摩拳擦掌，还有不少粉丝们也等着看帅哥和正妹同场较劲。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在台北报道。